心小哥哥，你有太多的理由，勇敢向前走，你有很多的借口，潇洒跳个舞，今天你是主角，我们手牵手，阳光伴随你我左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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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牵小手，向着快乐，向着幸福，向着阳光，向着明天走，向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点帮扶贫困县。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金秋九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大手牵小手栏目携手公益组织、爱心企业来到凉山州，走进喜德县等地，开展系列公益活动，看望这里的孩子们。2020年9月1日，母亲微笑行动的创始人、全国道德模范韩凯医生和20多位医护人员志愿者从祖国各地飞到喜德，义务为唇腭裂的小朋友进行术前筛查。这是一位3岁的小患者，这里是他的新家。虽然家里已经住上了新房，可是孩子的先天缺陷一直是压在父母心头的一块石头。你跟他讲讲，嘴张开让我看一下。你特别好，你要哎，啊好，你抱着，嗯，别好，别好，行，我早点还带来把都揪了。你之前对这个唇腭裂有听说过吗？有，但是有，但是。我都不敢想象我的孩子会是这样。妈流着疼，以前去检查也没有检查出来，等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把我吓得真的很害怕。反正都是孩子嘛，都是妈妈的心头肉，总有一天反正就是到医院里面缝一下或者怎么一下就好了。我想一下这样就感觉很快乐的，有他。宝宝。是的。是的。嗯。那还一愣？3度，但是他地方额裂没有。哦。哎。是小姑娘是吧？是不是小姑娘？还挺大的。哎。不哭，而且不怎么生，好像。几岁？1岁。1岁啊。啊。还好，发育还可以，是小姑娘啊。不要让他感冒了啊！明天到医院，我们后天就可以给他手术。手术做完以后，你会非常吃惊，可能比你还漂亮。7个月的时候查检出来了，但是后来就是我们的院长给我们说，这个是可以做手术的，他给我们报上去，然后就是后来说明天要可以做手术，这样的。所以田局长，这些孩子的治疗这个窗口啊，嗯，非常重要。这个先天出生缺陷就生理畸形造成对身体的伤害，对，还有心理上的，远远没有心理伤害和精神层面伤害。所以我们争取在小孩的一个就一定要在懂事之前能够把他第一次都处理掉。对对对，那是对他最好的。哎，这个呢，他等到上幼儿园啊或者上学啊，那个和正常孩子一样。哦，是的，是的。他就有不会有心理阴影。我们现在有些孩子大了，大了，即便做了以后，他还是会有心理阴影。现在呢，我是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人民医院的大门口，今天2020年9月4日，在这里谱写一曲爱之歌，大手牵小手栏目携手母亲微笑行动，在咱们人民医院做手术呢。这6个家庭的孩子，你们是非常幸运的。这不仅是对贫困患儿的大爱善举，也是深入推进
打的脱贫攻坚、健康扶贫、促进贫困家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我叫叶磊，是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护士。我们有的不多，但是我们会倾尽所有，给孩子们一个灿烂的微笑。母亲微笑走到今天已经30年，而我们一路跟在韩医生也有8年多了。相信在7天之后，你们的妈妈、爸爸、家人都会露出微笑。经过这次筛查，一共有6位年龄从1岁至18岁的孩子符合做手术的条件。医护人员开始认真研究手术方案，密切配合精心手术。男的吗？你们叫的呀？男的。你真乖，你太乖了。是女孩吧？男孩女孩？女孩。女孩，对。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拉肚子、咳嗽啊、感冒啊？没有，这些都没有了。没有，什么都没有。鞋子脱掉啊，鞋子脱掉。对一下病人。对了。他大不大咳嗽啊？哦，不用带，不用带，拿掉。几岁了？6岁了。爸爸，我们你属什么的？指挥的人是吧？嗯。大哥，你属什么？忘记了是不是？都是因为今天早上没吃饭，然后饿了。现在就开始喽，好不好？这个放到嘴巴上哈。吸气。气球。哎。看这个气球，用力吹。看那儿有气球，看。看这个，看这个。哎，放松，不怕啊，我不打针啊。来。术中的时候，啊，宫主任这个，宫主任这个。4公斤，4公斤，可以。
行了。他们死了四个男人，叫他恩智。那死了那双色三个。这里是四个小孩子。高兴，变了没有？有变化了吗？有变化了。我跟你讲，是不是靓女啊？是，非常的感谢你们。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射击运动员，是手枪速射运动。2016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国家射击队，然后也获得了我的第一个亚洲冠军。再后来又被部队特招，现在是一名军人。我原本也是一名纯恶劣的患者，在1996年的时候被母亲微笑行动眷顾，接受了韩凯医生的手术救治，一直到现在。我25岁了，我能拥有现在这样的微笑，我觉得非常的好。只要我有机会有空，我就会跟我的部队打报告，来参加这样一个公益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有非常好的意义。我也非常感谢这边的医护，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微笑行动的每一位成员都是我的家人，他们照顾着我，他们看着我长大。我现在能够进入母亲微笑行动，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圆了我自己的一个梦，是一种感恩的心。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要把我自己的故事，把我自己的经历去告诉那些跟我一样的孩子。在我看到那些孩子眼中的那种彷徨、无助、恐惧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想到那就是曾经的我自己。我就想要去帮助他们，我想要去跟他们说我现在的变化，我能够拥有现在这样自信的笑容，能够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去追我自己的梦。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比我更厉害，他们一定可以活得比我更自信更好。你是一个纯社会的哦。那天我没看见哈，没参加。这个是我们这次年龄比较大的。明白了，好，那请吧。来，好，先一个这样的，一个接一个来吧。这个小朋友先等一下，小朋友你在这儿。你几岁了？18岁了啊。好的好的，你放心啊。以后就是那就帅小伙了。对，行，戴上口罩呗。他自己兜里带小镜子，看了吗？看了，非常好啊。不动啊，忍住不能动啊。那就好聪明啊。还是很勇敢的。对，闭着眼，闭眼，对。好。这这么小做的最好，就当他没有懂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他以前啥样。他算不算最严重的呢？相当严重。这个都严重。好累。好，漂亮了，太漂亮了，漂亮，拿小镜子。来，让他尿尿。希望你们未来都有更美丽的人生。下面呢就请曾部长给你们赠送礼物来。好，谢谢谢谢。哎呀，是不是这个祝贺祝贺，就非常幸运，现在效果非常好。初三的好好学习，即将要踏入人生的更高一个旅程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次手术，我们应该说对你真的影响会非常的大，会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对吧，我们充满斗志啊。今天做这个手术之后。
4年前，咱们非常有幸的和《大手牵小手》的节目，我们共同合作，在青海为那些纯恶劣的孩子呢提供了帮助。今年我也非常有幸，在菊萍姐姐《大手牵小手》的这个平台上，我们整个医疗志愿者团队和非医疗志愿者团队呢，能为咱们国家的扶贫攻坚，在喜德县大凉山出一点点微薄之力，我们也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也希望今后继续和大手牵小手，共同携手，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能够让他露出幸福的微笑。我也借这个平台呢，也感谢我们全国所有的志愿者和关怀我们的所有的好人，对我们的30年来的大力的支持。我相信今后的30年，咱们会走得更远。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是已经远远超过了仅仅是一个免费的医疗救助，而是一个社会弘扬慈善文化、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是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再次感谢你们，我们继续合作。喜德县全县现在还有28个没有摘掉贫困帽子的贫困村，鲁基乡中坝村是其中唯一一个未脱贫人口超过1000人的村庄。2020年3月，总台央视记者刘超被派到喜德县鲁基乡中坝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那小马桶夜里就不出去了哈。对，谢谢姐姐。哎，稍等，谢谢。哎，稍等，好好。这看着很熟。网速行吗？网速没电，就是有电的时候还可以。哦。没电就不行了。哦，行，我们这不错了。这都是我们的大学生的录取通知书。嚯，村里啊，高三的。对。啊，是不是得给他们送去啊？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学校呗。啊，但是考上就很好啊。考上就好，就是前进一步啊，是吧？走吧，走下去吧，上你村转转去。2020年9月初，开学第一周，大手牵小手栏目组就来到了由广东省佛山市援建的中坝村文汉小学。孩子们已经在崭新的教室里上课学习了，住宿的孩子们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了。在这里我们要给同学们上的是音乐课。哦，音乐课。那咱们先练练声吧，好不好？啊，好吗？我们一起来唱啊，来，预备，开始。啊。菊萍姐姐其实啊，在一部动画片里为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角色配过音，就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他配的是谁呀？我喜欢。耶，你们喜不喜欢看？喜欢。那咱们就来唱一首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吧。好吧，大头儿子吃饭啦。啊，是不是很熟悉啊？好，那还是请围裙妈妈帮我们给伴奏一下，好不好？行，一起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首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的好朋友快乐滋滋呀。儿子的头大手儿子，爸爸的头小手儿子。小朋友会唱歌，啊，给我们唱一首音乐的歌曲，太好了！有没有小朋友？必须有，因为听学校说了，你们都是最爱唱歌的。哦，都会。
让他走得西哆啦哒哆嘞，西哆啦哒哆不哒哒节奏，阿那手里有哒西哆啦哒哆木哆嗦，哒哒节奏哆哒，你们懂啦，都是已经是西哆啦哒哆嘞，阿七连八木啰啰嗦西哆啦哒哆嘞。是啰啰嗦西哆啦哒哆嘞，念着吱吧吱吧嗦西哆啦哒哆嘞，爱西哆嗦加西哆啦哒嗦加，好，西哆啦哒哆嘞，哒哒哒哒嘞。今天啊，金豆哥要给同学们上一节英语课，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呢，这是一个什么？人，谁在做我的模特？面对大家。然后我一一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哪里？头 ，H E A D， head， 声音大一点 ，speak louder， head， head， follow me， 跟我一起做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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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这个不是 head， 不要这样 head， 对，然后这是哪里？对，你摸摸自己的肩膀在哪里？哎，对，小朋友摸摸自己的肩膀在哪里？对，我们有几个肩膀？两个，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要标出来。Shoulder. 我们有两个，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要是两个肩膀的事，就是 two shoulders. Shoulders.对，如果要是单边就是 shoulder。对，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哪里？是膝盖。你能不能蹦起来给我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蹦起来，这蹦起来，再跳高一点。你得摸到自己的膝盖呀。哎，对，膝盖怎么说？膝盖特别的好说，不是 new， 是 knee， 是 knee。是你，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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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是脚吗？脚。哎，好聪明啊你们！这里就是我们的脚趾。We have ten toes. 我们每个人啊有十个脚趾头，对不对？对。这个脚趾头就是 toe。toe。我们一次来练念一遍啊 ，head。Shoulder, shoulder, knee, knee, toe, toe, 这些可以组成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对。身体 ，body, body, body, 对，这五个单词学会了吗？大声来念一遍啊 ！Head, head, shoulders, shoulders, knee, knee.来，请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现在请所有的同学都起立，把你的凳子放在这个桌子的下面。接下来我要给你们做一个这个英文儿歌的练习。这个英文儿歌呢，不仅可以让我们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让我们记住这几个单词。 Head Follow me please， 就是我做什么你们跟着我做什么。 Head Shoulders KneesToes, knees, toes, stand up, 来起立，我慢慢的唱一遍，你们看看这个节奏啊。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on my body. 来跟着我啊 ，follow me please. Head, shoulders.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on my body. 扭起小屁股来 ，on my body. 陈怡，陈怡老师在上语文课。对，我们来教有趣的汉字。好的，嗯，哎，说好普通话，你就可以打开另一扇窗，有更多的交流，对不对？对，好，好好学。大家认识这个字吗？
它就会变成立腰三头。我们来试一下，今天这个门打开，我进来一个人，善人。好，现在我们又闯进来一个人，马。哦，不是，我们又闯进来一个什么动物？马。节目中心党委全体党员为文汉小学捐赠了3100本图书，
希望他们在崭新的教学楼里能够读到许多的图书，学到更多的知识。上午我们来到学校之后呢，所有的党员呀就齐上阵。我相信新学期来到的时候，对孩子们来说一定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你看这些箱子，在我上一次来踩点的时候，我们就一批又一批的送到了学校。这是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党委赠送了十台电钢琴，在梁山彝族自治州彭汉小学进行的捐赠仪式。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支持梁山州喜德县教育，向喜德县捐赠服装816套，感谢你们的一片爱心。刚才孩子们穿着你们赠送的服装参与了比赛，非常的开心。林先生，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学习，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四季牧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坝村捐赠太阳能系统22套。听说我们上次啊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您迅速的派咱们的员工呢给这个学校安了22套太阳能的热水器，已经装好了，现在啊就能够看到这些设备。我是希望我们中坝村小学的学生们、孩子们能够用太阳能洗上舒适的热水澡。再次谢谢李先生。几个学校里都获得了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为我们喜德县的4所学校捐赠的钢琴和电钢琴。音乐能让孩子们在学习当中更丰富学习的快乐，就是快乐音乐。这位呢是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公益项目主管郭云成，他们这次呢把我们几次的活动的全部的体育设施、孩子们的生活用品全部购买了，而且是急人所急，能让他们有一颗走出大山的一个种子，然后呢然后再返回到自己的大山，然后走出去，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让未来的孩子们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感谢新东方公益基金会为中坝村文汉小学赠送的教学用品及乐器，希望孩子们努力学习，向着自己的梦想而不断的奋斗，把我们的大凉山、把家乡建设的更加美好，一起为他们加油！加油！在一个月前我来踩点的时候啊，孩子们还没有在这所新学校里，他们是在旧学校里，就是一排平房，6间房，一个年级一个屋。当时呢，我呢就请小朋友们写小纸条给我，把你最喜欢的、你的心愿告诉我，下次我来的时候一定满足他们。这次呢，我就根据小朋友的心愿，剧组的同志忙前忙后，一个一个的都给他们买到了。现在咱们几位呢，就一个一个的发给他们，你们的礼物就在这里。那我先来啦。好，这位叫张五嘎。漂亮，好吗？是啊，有点长，但是还会长的。对，好，喜欢吗？啊，好，好，可以回去了，坐着吧。啊，好。今天我来了，我们要送出来好吃的麻辣烫。
力学习，好不好？好，加油！谢谢大家，再见。2018年年初，凉山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的极好油果小朋友，曾在家中把《国旗国旗真美丽》这首歌唱给习近平爷爷听。欢迎你唱一个。国旗真美丽，激起激起小大地。他饶有兴趣地听10岁小女孩极好油果唱《国旗国旗真美丽》，并带头鼓掌。唱得非常好，我看到你们的生活啊，一天一天变好起来，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多没有想到，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走出去，现在走出去要最关心老百姓，要跑到家里。也希望你们的这些孩子们啊，这么远的路，健康成长，将来一个一个啊都是很有出息，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少儿频道的主持人们在正月15这一天，在极好油果家里包饺子、煮汤圆儿。几岁了你们？你们家牛是干什么用的？耕地的。它平时还下小崽子吗？是。平时早晨什么时候给它放出来啊？大概12点。我要把哪头牛给牵回去啊？两头牛牵。不给我，给过一呢。种土豆呢，第一步要怎么做呢？把土豆切开。切开。哦，先切开。切一刀，然后放到土地里就可以种出来。因为我们看这个土豆是发芽的。哦，厉害了，小朋友，来，给我一次劳动的机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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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地都是你们家的吗？都是咱们家的吗？哎、一共有多少面积啊？七亩地。哎呦，不小、啊、不小啊！都种了些什么？土豆，还有荞麦。荞麦。荞麦哦，还有吗？玉米。怎么都是我爱吃的东西？我也爱吃。下次还来。希望你们家大丰收。我们场地突然变了一个方位。好。哎呦！这球踢出了场外，好，现在接外球，来，掷接外球，开始，2-1，来吧，噔，快来，你来小牛，来1、2、3，哇，几个小面团，把这个放送是吗？这个给你，这个我们没有动，留给你试试，好不好？你来揉，你先来试试，用手这样把它往下压，什么怎么样？舒服吗？今天是元宵节啊，红虎，我教你们变一个跟元宵有关的儿歌，好不好？好，来，正月半月儿圆，正月半月儿圆，欢欢喜喜吃汤圆，欢欢喜喜吃饺子。Thank you.
听说马上咱们乡亲们就要搬到新房子了。现在我们已经在搞规划哦，而且准备在10年以前让老百姓住上新居。太棒了！哎，那像咱们油果家大概能分到多大的房子呀？油果根据他们的人口数量，能够分到一套100平方米的。想自己住一个屋，还是想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住啊？想给他们住啊！小朋友还是喜欢一块住，这样热闹好玩。三河村计划今年下半年就要脱贫搬迁，吉好油果家很快就会搬进新房子了。2018年6.1前夕，吉好油果和彝族小伙伴一起来到北京，在电视上再次为全国观众演唱了这首歌。几只美丽几星几星照大地，我越变多像花雨分山蓝天亲亲你。如今2年过去了，吉好油果一家早已搬进了新家。他和弟弟妹妹在西昌天立国际学校免费读书，妈妈也在西昌照料他们的生活。菊萍姐姐牵挂着他，特意到学校看望吉好油果同学，给他和他的弟弟妹妹加油鼓劲儿。虽然油果小朋友家里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们天立感受到你们所有人的爱和支持，希望大家都帮助他们好吗？嗯，好。怎么来呢？是那边有长途车？他现在情况是这样，村上又专门的帮助他们一起，就是学校和村上一起帮助他家里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在这儿租了个房子。对，哦，那周末能见着。对，他天每天都每天晚上都要回去。哦，他爸妈在这儿找了工作。啊，妈妈看着你们晚上学习。对，最近进步挺大的。啊，进步挺大，是不是挺大的？你说说看。那不能光想唱歌啊，学习可很重要啊。很努力。这种木头可那个什么，对孩子身体特别有好处，都是很环保的。对，这洗澡，啊，小淋浴，哎呦，还两个同时洗，哎，厕所，也太好了，这学校好吗？特别好啊，一定要懂得感恩，记住他们对我们的那份爱啊！以后啊，你把歌唱好，哎。然后学习好，我希望这分儿别往上走啊！哎，以后我可要联系你哦。这个也挺好。哎，捉迷藏。对。大小，我看看，在身上。对，很好，很好啊！好嘞，搬家了是吧？现在住哪儿啊？这是给我们修了一个新的房子。新的房子大吗？比过去的？大很多，也特别亮堂哈。短短的2年时间，吉好油果一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真正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成为现实。你还记得我们在你们家是正好正月15，那些哥哥姐姐红果果你们一起，对，一起煮的是元宵，对吧？汤圆元宵还包了饺子。我都不认识，因为那时候2年前特别。
的？啊，好嘞，咱们去看弟弟啊，走。我们相信，在梁山，在喜德，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和吉好有果一样，在新的学校里努力学习，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